觉得吗？所以是可是孩子啊，大人老人家我们都会有送的啊。然后我们照顾这些孩子，他们其实大多数是来自一些单亲家庭啊，或者是家里比较穷的。有一些呢，就是说其实父母都有在，然后就是家里比较穷啊，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去照顾啊，我们也是帮忙照顾这样子的。